刚刚进行了一步非常重要的实验操作，啊，接下来就要等待实验的结果了，希望能有所突破。啊，我不是迷信运气的人，但每到生日当天，实验都会变得很顺利，有你帮忙的研究也会有新进展，所以，如果你能来的话，对了，还有件事想向你请教。最近我整理实验室，从橱柜深处翻出些没见过的材料，怀疑是其他人留下的。我想你见多识广，或许会有所了解。材料已随信附上，如果你有什么心得的话，请务必来告诉我，谢谢你。